你简直是卑鄙下流、没深度兼瞎扯淡，教坏那些后生小辈，败坏社会的风气。没有东西、啊，不会吧？这么快变帅哥了？我的真正身份是改进社会风气、风魔万千少女、提高青年人内涵、刺激电影市场、玉树临风的正人专家胡真，英文名字叫胡真。你是说？ 我根本不是你儿子，我爸爸叫胡西瓜，我妈妈叫阿皮婆，我是麦克基高价请我来整你们父子俩，让阿杰不能跟程乐乐在一起的人。回来！我要出声！我要出声！我要跟乐乐说！嘘，冷静一点，不要出声，冷静一点，听见了没有？冷静一点，不要出声！你们什么罪在行？ 咱了，这是自定了。混蛋，给我闭嘴！你听我说，你们什么最拿手？啊？泡妞啊？除了泡妞呢？没有。玩最在行嘛，你泡妞也是为了好玩，难道是为了要结婚呢？啊？好吧，我们现在就跟他们玩一把，我们当做是在游戏，但是这个游戏不能输。 输了就会死人的，很刺激啊！没玩过吧？没有。但我告诉你们，我们输的机会是零，只要我们三个通力合作，我是司令官，你们两个听我指挥，在这个环境之下，我们占尽天时地利人和，100%会赢。最重要就是有信心。有没有信心？有。好。 江湖险恶，我从来不会留下我的性命。不肯留下性命，要留下你的人头。我一生孤独，跟我相依为命的，就只有这个人头。你想要这个人头，只怕没有那么容易。好，是你逼我出手，我要用你的鲜血染红这片大海。 我一生漂泊不定，就像汪洋中的一叶孤舟一样。早已将生死置之度外。好，既然这样，你就领教一下我攻无不克杀人又无情的太极拳。哎呦，你还没开始？太极拳，太你个头！你敢偷袭我，我跟你拼了！你等你使什么人？我也没问你是谁。说你就说。好，跟我走。如梦，快点啊！你真的要带他走？是，我要带他回90年代，把他治好，使他跟正常人一样。 怎么会这样啊？他是三零年代的人，你把他带到90年代才会老死的，他能把他推开啊？啊啊啊！星星，林先生，我最后的一个愿望就是请你替我好好的照顾如。